观世界应该安怎变，我感官坚持创造咱上进的人格。咱家己的字，才是正港事情。要钱就爱坚持，咱的台湾，咱的币，台湾币上钱。猛打折扣战是不够的，005。价格超赞，优惠多更多，天天打18分钟不用钱，再去泰国玩6天只要1995。005讲得过瘾，玩得痛快。巨匠电脑麦吉夏令营三人同行，好康吓一跳，超值优惠中。加油，用力，用力，父亲节，全馆85折，请你不打折哟！爸，父亲节快乐！爸爸，我爱你！我也有啊！三商百货，三商买的。雨然，你根本不想和他分开，你为什么要顾客大方？我有会死，就算他死，我也不会跟任何一个女人在一起。你不要他，自然会有人要他。小公子。放下他！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你们两个同床共枕，这还不严重？传出去，你们如何证明清白？小姐今天出了点事，闹得要寻死。陈姐想寻死？萧十一郎，明天晚上8点，卫视中文台。这是一个充满刺激的魔术历险，当你的生活中不经意地出现不可思议的现象时，不要怀疑，魔星高照的星光已经悄悄地照在你的身上了。啊，怎么了？我生病，怪病啊。叫你平时多穿一件衣服，穿这么少，不是感冒，不是感冒。那是怎么？你跟你讲啊，东西在里面爬，有没有看到？没有啊。再爬，再爬，再爬，再爬。没有啊。再爬，再爬，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老鼠哎！你们有没有吃那种打喷嚏的药？我不用感冒，我只打喷嚏。是过敏性鼻炎吧？我不知道哎，只是觉得鼻子很痒。鼻子很痒，那最近是过敏性鼻炎，就是感冒。流鼻，打喷嚏。感觉鼻子好像有东西在里面的感觉。他觉得就是这个过敏性鼻炎。是吗？我觉得我不是过敏，我觉得好像有虫子在里面爬的感觉。不会的，有虫子你不会，不会这么轻松的。我真的不骗你。这什么东西啊？这个我不知道，我觉得鼻子有东西在跑，就。跑个这。
有病啊！哎呀，这怎么会这样的？我这是不是病啊？我觉得还有一个，你帮我看一下里面有没有？哪有医院？什么？啊？你哪里来的？这什么东西啊？我觉得我鼻子好像里面有东西啊，是不是有虫子还是什么的？你下，我，我觉得我鼻子里好像有东西啊。你什么虫子进去啊？感觉好像是这样子，不像感冒啊。街头魔术秀，不用买门票，没有道具，没有豪华的舞台，在最近的距离，让你见识魔术的魅力。当两条橡皮筋交叉在你的手指中时，你会怎样解开它呢？接下来，我们的魔术师杨杰就要在众人面前用魔术，让橡皮筋相互穿透而出。你相信吗？看一看。你们会看准魔术师用符咒来玩魔术？看准。好，我们今天不要用符咒牌玩魔术，因为符咒牌魔术太简单了。每个魔术师都拿着厚厚的符咒牌在洗来洗去、抽来抽去，很麻烦，对不对？我也要很简单的东西。橡皮筋，谁都会有的，每家人都会要用到橡皮筋的，对不对？花剪还是橡皮筋有没有问题？好，麻烦你再帮我剪开这橡皮筋有没有问题？两个都是不一样的橡皮筋，没问题吧？看它断了没有？对，看它断了没有？对，看一下，拉一拉，啊、对。对，拉一拉，但是你要真把它拉断了就麻烦，不要真把它拉断 ，OK？ 好，没问题，是不是？我先拿这一条，我的橡皮筋很简单的套在我两个手指上，对不对？这里还有一条，放手，我们把这一条穿过另外一条的中间。对不对？这样子的话，它两只就被锁起来了，是不是？两只橡皮筋就被锁起来了。那好，我问你，如果我要想把它从里面拿出来，要应该用什么方法？用什么方法把它拿出来？分开一条手指头。你说的是我三个方法其中的一个。第一个方法就是你所说的，就是松开手指头把它拿出来，这个方法很笨，我不会用。第二个方法最好的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就是把它拉拉拉拉拉拉断。而第三个方法呢，那就是用魔术的方法。也是最行之有效的方法。看一下橡皮筋有问题吗？看看有没有问题。你这手拉拉橡皮筋有问题。我会把这个橡皮
巾像这样子拿着，穿过这一条，这样子交叉的套针，对不对？现在就形成了一个手，对不对？像两个连环一样连在一起，是不可能出来的。那我想问你，你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把它拉出来？有没有？没有。好，我告诉你，想把它拉出来的方法很多，但我知道有三种方法能把它拉出来。什么方法？第一种就是用劲拉拉拉拉拉把它拉断。第二种，那就是趁你们不注意的时候，我的手指逃脱出来。第三种是最好的，就是魔术的方法。啊，对对，你们也来看一下。看清楚，这么拉是拉不开的，这么拉也是拉不开的，对不对？要轻轻的这样子，轻轻的摩擦，它才能开。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吧？对不对？可以再检查，再次检查我的这个，再检查我的这个。我看完以后感觉在他这个魔术的魅力就是在这个里面所在，所以说大家对魔术的兴趣就是这样很大，魔术就大家喜欢的原因就是在这里，它是真实的但是又是虚假的。您的手提箱里能装什么东西呢？文件还是手机？今天我们的魔术师将在英国利物浦的舞台上让你瞧见手提箱可以拿出不可思议的东西。 Once again, the amazing Jonathan. Thank you. Well, let's start out with a really weird magic trick. Sir, do you have a handkerchief? All right, do this. You have some stuff hanging right on your... Sorry, but that's bugging me. I'm not kidding around. Well, okay, good. We're going to, getting some feedback. Yes. Can you just take the monitors down? It's probably... Yes, that's better. Thank you. Take the monitors down, please. All the way down. Take the monitors all the way down. Oh, God! Well, I got to show you this, because this has been freaking everybody out. Very thin stool. I carry a briefcase, not because I'm a businessman or anything like that, but I keep in here something that ordinarily is not kept in a briefcase. Figure that out! Whoa, whoa, whoa. That's not a good place for that. That's fun, isn't it? I'd like to now do the mystery of the Chinese linking rings. As you can see, they're already linked. That saves us a lot of time. I guess that's proof that the hand is not quicker than the eye. Check this out. You ever try to eat popcorn at the beach? She's... Oh! Yeah! Yeah! Okay. This
isn't really a trick, it's a psychic thing. For example, if somebody has something that has sentimental value, let me hold it, like a ring or a watch. I'll give it back. What do you have? You have a watch? You have a watch? Two watches. Good. I have two hands. Sometimes it doesn't work. Sometimes it works with both objects. Okay. Already I'm getting things from both objects. This was a gift? Yes. This was a gift as well. This was a Christmas gift, ma'am. Am I correct? Would you both stand up so the audience can see you guys? Was this a gift from a man? Yes. It was. And so was this. This was also a gift from a man. You are not married, and you are married. I'm getting initials. JB. Are those your initials? Yes. They are. You are from Australia. You are married, you said? Mm-hmm. Yep. Is your husband an entertainer? Yes. Is he a magician? Yes. Am I your husband? Sandra! My wife, Sandra! Ladies and gentlemen, thank you all very much.当人饿疯的时候，是什么东西都敢吃的。今天就让你瞧瞧我们的魔星使者杨洁在饿的时候都吃下了哪些你不敢吃的东西。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选举才是赤字，视而不见，大放利多政策，提高老农津贴，补助教师退休金，公共建设5年5000亿，康纳税人之凯明显用政策贿选，国库被政治人物掏空，该如何善了呢？新闻骇客 News 98，今天晚上11点卫视中文台。朋友是一辈子的珍藏。 一起追求梦想，分享珍藏，牵动每个家新时刻，德芙珍藏巧克力。 Michael 都会热情送卡到你家，随时支援你。 Michael 现金卡 ，Michael。 世界跑得很快，发生的太多，记得的太少，用你看见的去感动世界。 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Cyber Shop Sony。 现在 Michael 也可以网络申办哦，随时支援你。 Michael 现金卡 Michael。 To possess the gift, combinate it with the flow, and it go like this. And together we feel that we're the best show. Whatever type of style you have yet to know, we bring it to the people hardcore for show. All professional, incredible. Who's next to flow?
拜拜的传统型哦，钱财满家庭。安尼全家才好感情。拜拜用动型，姓名尽欢迎。So you know what? I'm gonna give Jerome a chance right. I'm gonna play a song by Jerome called "Living It Up." It's coming up very, very suspensefully. I don't want to give it away. So with that.坚持喝好水，统一麦饭石矿泉水。坚持干净生活运动，全面提升用好水，统一麦饭石矿泉水。宅配专线0800-789-168。这是一个充满刺激的魔术力。当你的生活中不经意地出现不可思议的现象时，不要怀疑，魔星高照的星光已经悄悄地照在你的身上了。吃饭了？来，很饿啊，来不及了。你买什么东西来？就买一些日用品啊，报纸啊，报纸。杂志啊，还有牙膏啦，牙膏，喂，好嘞，牙膏，牙膏怎么好？你不在吃饭吗？我听别人说牙膏味道更好啊，牙膏刷牙味道固然是好，但是。是啊，当然吃啊，因为你自己试试。就拿牙膏。有什么牙膏？防酸吧。多少钱？啊？3块。真的。这牙膏好不好？还可以吧。哎，问一下，像这种牙膏能不能吃？可以吃的。可以吃的。你吃过吗？可以吃，可以吃。因为我们以前在家里面也是因为麻烦，可以做那个东西吃的。可以做东西吃的，不是就放点下去，跟等于做材料一样的，可以吞下去，是可以吞进去的，真的吗？没有骗我吧？啊？骗你干嘛的？就是。不好吃的呀，那肯定不是很好吃的，对吧？为什么好吃呢？因为我们那个在那做那个嘛也好做，一点都不好吃耶。你试试嘛，真的不好吃。这是刷牙的，对吧？又不是专门带过来吃的了，对吧？你就真的能吃吗？如果是这样，我出钱，你再吃一只试看，好不好？我吃的呀。啊？我又不吃的了。那你说能吃，我才吃的啊。这次可以吃，真的可以吃。哎，是你说能吃，我才那我出钱，你再吃一只。
就在那了。对吧？这牙膏好不好？好的，还可以，还不错啊。哎，对了，老板，这牙膏能不能吃？你刷牙的时候会吞一点，那有没有问题？没问题，没问题。可以吃是吧？我看看这牙膏怎么样。真的可以吃吗？那个刷牙说吞进去怎么办？怎么能吞进去的？所以一刷牙刷，哎，吞进去了。你说没什么，没什么。我还没什么，我试试看吧。哎，味道不错。对，反正这个挺好吃，对啊，那挺好吃的啊。怎么，要不吃点？那我请客嘛。来点。别这，来再买一桶，我请客怎么样？嗯、啊，真的挺好吃的。这牙膏好不好？好的，防酸的，我们自己用的。自己都用这牙膏。啊，还有什么？这个，这能不能吃这个？啊，能不能吃？换牙。能，如果吃下去会怎么样？哎，没有关系的呀。可以吃是不是？对，可以。快饿死了。哎，你干嘛？哎喂，这是牙膏，喂。哎，这是牙膏哎。这是牙膏，你知道？虽然是我的牙膏，你知道？都很好吃哎。